那一只鸡他们也是拿去给饲主吗？好像被饲主，我听里长他家里。那他所以他们那只鸡给饲主了，这他们待会这两只也要送回去给饲主。等一下我们也送回去给饲主。好，他们要送回去给饲主。谢谢。那饲主他有很开心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到。拿起来就是乱叫。不会不会，不会啦，不会这样叫啦。不会啦，这个闭起来就不会再打开了。这种是猫用。哪边跑出来？啊？他从哪边跑出来？从里面跑出来啊！从里面跑出来。那你们施工的时候，他就从里面跑出来啊？对啊。我们搬完就是在吃饭就看到我们把它抓起来了两只。好。他说刚刚给他吃了一个便当的饭，你看那个碗，都吃光光。哎呀。